今天是大年初六，这一出门呢，看是地上下了不少雪啊，昨天夜里下的雪。这个气温呢也是变化很大哦，昨天最高气温是17度，今天最高温度呢是5度，而昨天呢最低温度是早上起来说是1度嘛2度啊，后来下午看是0度，然后今天看的话是-5度啊，-9度，-9度，最高气温是5度，差别很大呀。现在是有点风，但风倒不是很冷。看我这车上啊，下了一层薄薄的一层雪。哎呀，还冻住了呢，玻璃还冻住了。今天看起来啊，应该是晴间多云呐。我估计这个雪啊，用不了上午10点钟就差不多化的差不多啊。现在是7点半，现在是上午8点半啊。这个天晴了好多啊。仅1个小时啊，咱们车上的雪啊就化的差不多了啊。可以看看这个面对阳光的地方就画得更厉害了，画得更多了。你好，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啊，车上的积雪已经化完了啊，这个田野里的雪呢也基本上化没有了啊，看看小区里边。